Jack. Jack. 和 Jimmy. 和李老师。Jack. Jack. 和 Jimmy. 和李老师。同学们好，我是李老师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今天我要你们自我介绍啊，我要你们讲讲你自己，好不好啊 ？Jack， 你是第一 ；Jill， 你是第二 ；Jimmy， 你是第三。老师，我的名字叫 Jack， 我是13岁，我是美国人，汉堡包、热狗、披萨饼我喜欢啊。我不喜欢吃蔬菜，不喜欢。我家有七个人。爸爸妈妈、哥哥，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。妹妹和我，对，7个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啊，我来自我介绍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的名字叫 Jill， 我是法国人。我是女生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家有3个人，我的父母亲和我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。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。对了，我13岁，然后我还可以说什么呢？我喜欢喝。茶，我也喜欢吃蛋糕。我们家讲法文，可是我会说6种语言。对了，我会说法文、英文、中文。我在说中文吧，哈哈。我也会说西班牙文。Hola, ¿cómo estás usted?我也会说德文 ，Guten Tag, Fräulein。我也会说丹麦话，在北欧丹麦话。Abonnen har de ja har de finska vi ikke på tur ja。6种语言是还有吗？没有啊。我们家有一只猫，它的名字叫 Binky， 这是我今天见到。谢谢你，李老师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老师，我自我介绍啊，对，好，我的名字叫 Jimmy， 对，我今年13岁啊，我的生日啊很容易记住，我的生日是2月14日啊。14号是情人节啊！对对对，我爸爸说我是情人节的礼物。好的啊，然后呢，我是新加坡人，对，然后我家有很多人，11个人。对了，11个人，我没有说错，11个人。我有一个父母亲、爸爸妈妈和。八个姐姐，对，我是老九，我是唯一的男生，我是一个弟弟，
八个姐姐，哎呀，头疼啊！对了，然后呢，我今年上中学三年级。对了，还有呢，我不但会说中文，而且我会说英文。对，我们家讲英文和中文是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讲完了，谢谢。Jack， 你说的还行，你弄到 N3， 可是还好。哦、N3， 哦，谢谢老师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，谢谢。Jill， 你弄得好，你做到 I1。哦，李老师，你说我是 N1？ 哦 ，I1， 哦 ，OK，OK，I1， 谢谢李老师，谢谢你。可是 Jimmy 弄到最棒，他弄到 I3， 因为你说长句子。哦，老师。李老师，你说我是 I3？ 哦，哇，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同学们，下课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再见哦。Jack。Jack。和 Jimmy。和李老师。Jack。Jimmy 和李老师，咦？不会，有一点像鬼。OK。